嗰陣時個心情根本就好好難形容，係好興奮啦，同埋直情係好感恩、好開心啊！嗰種即係嗰陣時嗰種感覺咧，係人哋話中六合彩，我覺得仲開心過中六合彩咯。其實我都好感激佢哋。翻到嚟咧又嘈 ，B B 又喊，阿女做功課又話你嘈，咁根本因為全部都喺一個位置呢度啊嘛，同位就得兩張嘅啫。我先生同埋阿女就要瞓地下，咁我同阿仔咁咧就瞓一個位置，咁大女就瞓翻上格咁樣咯。長期有時瞓下地下，你條腰又痛啦，咁日日要將嗰啲被啊嗰啲咁厚嘅托上去托啊，咁你咪腰痛咯。你會個人會好煩啊，好猛啊。之前就係基本上係好無奈嘅，因為我哋好多嘢都係靠自己噶嘛，即係變咗你去買樓又冇錢啦，等又等咗咁多年咯，咁你同埋有時成家人咧嗰啲關係啊，你都會唔係幾好咯，有老爺啦、奶奶啦，又身體又唔係幾好嘅，咁我先生又一個人揾錢啦，咁變咗你去好大壓力咯，即係你又一件好少少嘅嘢，咁佢都會發脾氣。就唉咁咁咁好煩啦，咁咁即係之類嘅兄弟姐妹都有啲嘈咯，因為始終都係太逼啊嘛個地方。最大嘅分別啦，就係夜晚黑做完細家務做好細嘅，你就可以好舒服咁坐喺 sofa 度，即係睇下電視啦。以前咧喺舊屋咧就係冇噶，冇 sofa 噶，終於有張台可以坐喺度食嘢。住屋問題就是香港是最辛苦的、最難捱咯。政府就可以將呢、這個住屋問題咧擺喺首位咧，其實都是一個好嘅咯，即係都係一個好嘅嘅咩咯，對市民最大的幫助啊！唔係話要你派幾多錢，一定要俾幾多糖，即係派錢嗰啲俾人哋，唔需要我覺得。佢有呢個構思，佢都有心想幫我哋嘅。咁只不過你話起樓，你唔係話一朝一夕噶嘛，唔係話一年半載就搞掂噶嘛。